Jésus le Christ. Quelles que soient nos hésitations, 耶稣基督，不管我们内心怎样的犹豫，你总是在那里关注着我们，你依然守护在我们的身边，如同谦卑的天父和复活的主。你对每一个人说，沉浸在我的大爱之中吧。记住，哪怕你仅有一点点信德，那也足够了。2005年8月16日这一天，当德国科隆大教堂的钟声响起，上百万世界各地的青年欢呼之时，法国泰泽祈祷团体的创始人罗哲修士被一个精神失常的女子刺杀身亡。当时他正在修河大教堂里做晚祷。像往常做晚祷一样，有很多修士和孩子和他在一起。格加比亚克修女说，真是一件可怕的事，这不仅仅是一件社会新闻，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杀害一个人太吓人了。唯一令人宽慰的是，即使在这么邪恶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天主仍然创造了一些美好的事物。2005年8月16日，罗哲修士在他最喜欢的教堂里遇害。我们看到邪恶仅仅在短暂的几秒钟内伤害到了正义，之后祈祷和赞歌立即又开始了。我们忽然感觉到生命的力量比死亡的威胁更强大。我心里也想说，罗泽修士人生的全部也见证了这个道理。我们在教堂里向罗泽修士的遗体做短暂的告别，我还记得他平静安详的面孔，如此的平静，就像是在告诉所有的人，虽然他遭受了这样残暴和不可挽救的伤害，但他内心的平安却丝毫未被伤及。这就是我所见证的罗哲修士，在这样突如其来难以理解的暴力面前，他所秉持的平和之心没有受到损伤。今年五月 Paul Ricoeur 去世的时候，罗哲修士写信给他的家人说，无论邪恶如何的极端，永远不及善良的宽厚，最终取胜的是天主的恩宠，并不是邪恶。他是一个充满平安、非常勇敢的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罗哲修士是一位思想开明的人，他的目光注视着你，就能让你感到信任。他每天晚上都在教堂为我们祈祷。多么美妙的歌声啊！这个孩子能发自内心地唱出对天主的赞美，也许这就是泰泽最真实的一面。对我们全体教会的修士来说，身为乞讨团体的一员，我们始终在为基督徒的团结和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泰泽团体要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我们要认真地聆听。Cet amour que vous aurez, les
有一天，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经过泰泽时说，我们来到泰泽就像来到源泉一样。但是这个源泉的奥秘是什么呢？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年轻教友，甚至其他宗教的年轻人都来到了泰泽？他们来到这个小山丘想找到什么呢？也许正是罗哲修士的遇害这个悲剧，给我们明示了这个源泉的奥秘所在。这个令人痛心的事件如同一个醒目的印记，印证了他一生执着的坚持，印证了他要传达的信息。这是一个殉道，他如同被献祭的羔羊，鲜血染红了他洁白的长袍。这一切的寓意就是太子的逾越奥迹，也正是耶稣基督的临在。Au fond, c'est la présence de la croix du Christ. Le frère Roger. 罗哲修士预料到，在他的一生会有三个不同的时刻要面对死亡。Affronté en quelque sorte à la mort.我小的时候得过肺结核，我读了很多书，也独自在内心不断地寻找。当我觉得死亡在逼近的时候，我寻找得更强烈，更执着。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有人愿意聆听我们的祈求。如果我能活下去，一定去做那个听者，认真地倾听众人想说的心里话，让他们感觉到真正的自由，明白凡人内心都有一个局限。这是我当时独自一人所发的心愿。他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抉择，就是诚心地去对话，去倾听他人，做一个内心平安的人。第二个关键的时刻，就是他被召唤去为天主服务的时候。我从来都愿意冒险，为了众人，为了让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四方。即便是万水千山，我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这内心深处的呼唤有过一次又一次，不论是我独处时，还是在团体的生活中。他决定离开偏安一隅的瑞士，投奔到战火连天的法国去。1940年的夏天，战火已经燃烧到比利时和法国。我到达一个山区，就在那里苦思冥想。终于，我对自己说，要立即动身去法国。不过，要来法国，我得先要找到一个容身之处。我就这样骑着脚踏车来到了泰泽这个地方。当时这些房屋早已多年没人居住。有一天，一位老太太来对我说，来我们家一起吃饭吧。我问她，这附近有饭馆吗？她回答说，没有。还是来我们家里吃饭吧。然后我就和他们母女俩一起吃了饭。吃饭的时候，他们说，你何不就留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这里的人孤苦伶仃，与世隔绝，饮水通讯，要什么没什么。我知道最好也看看别的地方，而且有两处房子很让我满意。不过老太太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贫苦的人更愿意向我们倾诉，
我心想，越是想在主内实现远大的事迹，你就越是要不畏艰辛，只有投身于其中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一切都是以爱心为本的宗教使命。抱着这个决心，我开始收留那些逃难的人，借以向自己也向天主发愿。当时在里昂，很多有心人告诉那些逃难的犹太人到泰泽来避难，我们都成功保护了他们。不过当时我们只收留男的，我也从不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这些对我无关紧要。他们到这里避难其实也很难熬，因为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两年后的1942年，他意识到他和自己收留的那些人时刻都有生命危险。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面对恐惧的威胁，他又得做出新的抉择。当时的危险是我们会被发现，然后被全部抓走，谁也不知道会被抓到什么地方去。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有集中营。那天晚上，我真正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不可言状的害怕，好像一切都要被毁灭。当时我就祈求天主，我死了不要紧，让他们把我抓走好了，但是让我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吧，我想要的就是这些。有过那次的历险，我内心再次体验到了真正的平安。后来，很多修士加入了他的行列，他们一起竭尽全力发展这个修行中心，组织祈祷团体的活动。这就是泰泽团体的开始，不同教派的弟兄汇集在一起，追寻着同一个信条，内心和耶稣基督的仁爱合二为一。最让人感动的是，在这个为天主的仁爱而让众多教派重归于好的承诺背后，罗哲修士始终满怀热情。他能对教派合一有这样的洞察力，要归功于他的祖母。他的祖母是新教徒，可是却渴望能去天主教教堂祈祷。我的祖母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的父亲描述他说，他为了救济那些穷人，真是冒着生命危险。我的祖母当时孤身一人，三个儿子上了前线，他自己也没能躲过战火的煎熬。因为他收留那些逃兵、产妇，还有年迈无助的老人。一天，法国警察命令他带着所有的家当离开那儿。后来到了南部，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再也不能有像我那样的经历了，一定要和平，无论如何要找到和平。”他出身于一个从宗教改革以来就信奉新教的家庭。
但是却渴望在天主教教堂祈祷，这就是重归于好的喜悦。他老人家能跳脱家庭传统的束缚，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这也预兆了一个更大的善举——欧洲的和平。这意味着我们要走出自我，走进众人，这关系到一个皈依天主的全过程。我认为只有我们主动走进他人，才能有基督教派的重新和好。派泽团体修士的承诺，其真正的意义也正是要突破彼此之间的隔阂。年轻人开始来泰泽，我们想最好在附近4公里远的老教堂周围盖一些房子，让年轻人安顿在那儿。这样做也是为了有时间考虑更好的办法。因为来来往往祈祷的人太多，到底和修士们的清修生活是否冲突？等到把前来参观祈祷的年轻人安顿在教堂的附近以后，我们又想到，如果没有福音的分享，我们不能就这样简单的安排他们在那儿。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们要想办法在泰泽接待他们。于是我们就自己动手盖了不少经济简便的房子，在夏天也搭建过很多帐篷。1962年的时候，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来祈祷，因此就修建了一个教堂。修士们跟我说，这个教堂太小了，你到时候就知道了。我当时不相信，果然这间教堂后来显得太小了。发自内心的仁慈不会让人麻木，内心的仁慈总是充满了创意和想象力。罗哲修士总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当教堂显得太小的时候，通常的想法是通知大家不要再来了，但罗哲修士却另有办法。他建议拆掉教堂正面的墙壁，然后搭一个大帐篷，因此就有了这个大帐篷。我们在里面祈祷了15年，虽然漏雨，讲话的时候效果也不好，但我们仍然坚持了下来。这都要感谢罗哲修士的执着和他的灵活应变。在基督内过团体生活，不会让我们感到猜疑，反而因为服务他人而产生更大的自信。慢慢的，我们就有了新的念头，为何不组织一个为了人间的信念而朝圣的活动呢？这样，从1978年开始，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朝圣活动就没间断过。每年都吸引着数千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来到这里。自从东欧国家开放以来，我们也去了中欧的布拉格。信心的朝圣就是主动走进他人，我们相信主动去联络他人是很有必要的。重新一起发现天主在我们的历史中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天主无时无处不在关照着我们。虽然有时暴力占据了上风，事实上这并不是真的。我们从来没想过太子会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多的年轻人来这里开始他们心灵的探索，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他们也会继续寻找下去。那么太子到底有什么吸引着他们呢？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这里有很多人奉献自己的一生给天主的事业，我自己和其他修士们需要每时每刻都要做出全身心的奋斗。我很愿意这么说，在这里他们感受到最强烈的经验就是团体祈祷，而这正是我们希望的生活，早祷、弥撒和晚祷。一开始我就决心要建立这个隐修团体，希望仁慈善心与和解成为这里日常起居的一部分，希望有一天基督徒能意识到，既然天主是我们信奉的大爱，为什么还要对立和隔阂。要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主，那么主怎么跟他沟通呢？我们又怎么按照基督的话来生活呢？我们做过不断的努力，一开始就有人说一个新教徒想要盖一个隐修中心，很多人不理解，之后他又希望跟其他教派的基督徒一起祈祷，总之要不断的努力，但内心是平静的。我觉得正是努力和静修让我们不断的发展。如果我们能拥有信心和希望，能心灵相通，那基督就和我们同在了。罗哲修士就是凭借这样的直觉创建了太子隐修团体。如果连团结在一起都做不到，我们怎么能去谈论平安和天主的仁爱呢？因此罗哲修士就从此开辟出了这条路。他用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来总结自己的工作：跨越教派间的界限，我们就能重归于好。
c'est ça qui est intéressant dans le travail spirituel. 在泰泽的学习和隐修，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大家暂时都超越了教派之间的分歧，共同体验着基督徒的团体生活。我们参加泰泽的团体活动，也去很多其他主张教派修和的团体。所以说，如果我们信天主，那就按照福音书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再区分犹太教徒、东正教徒、新教徒、天主教徒，所有信天主、爱耶稣的兄弟姐妹也平等互助。有一次，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接见罗哲修士，教宗一看见修士就说：“啊，你带来了泰泽团体春天的气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修士的那次会面至关重要，否则我们的团体也不会有今天。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对方的心愿，也都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会重归于好，教会将走向修和统一，我们的隐修团体也因此而有了极大的动力。我们应该尝试着去创造历史，让那些被圣神感召的信众能走到一起。从1940年开始，就有洞姆教区的高保禄神父来到泰泽看望25岁的罗哲修士。高保禄神父当时已经开始从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交流对话的工作。高保禄神父很快就明白罗哲修士是一位实实在在为天主工作的人，因此他决心要把他引荐给热利枢机主教。枢机主教见到罗哲修士说，新当选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要来访问，我一定要让你见到他。就这样事情就成了，好像是天主在搭桥，在编织一个合作的网络，一个圣神感召的网络。今天，当我们想到 Net for God 这个团体网络原来发端于当年的故事，内心真是激赏不已。我们主内的兄弟高保禄神父萌发的那个无形的团体，今天正成为有形的现实和硕果。好像有圣神的好圣心在左右扶持，在暗暗地推动着事情朝天主的意图发展。Mon pire ennemi.我最大的敌人是气馁。我们会常常想，坚持下去有什么用呢？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要一天接一天的去前进，问题的答案自然会一点一点找到。我们本月为泰泽隐修团体祈祷，
也为所有像罗哲修士那样为基督教修和统一而工作的人祈祷。本月的祷词是《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最伟大的爱，莫过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自己所爱的人。